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这次我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光明会的卡片。1994年，美国的杰克森公司发行了一套游戏卡片，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觉得这套卡片是带有预言性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在网络上找了一些相关的卡片资料。这一集我就先把所有卡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之后才会把所有有预言性的卡片跟大家做个介绍。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。
这一期的影片呢，就介绍到这边了。看完记得订阅我们，拜拜。